和平镇顶下里保安宫是和平镇民众的信仰中心，为了庆祝供奉的地藏王菩萨圣诞以及七月普渡，信众动员人马伫宫头前制作芋仔粿甲圆仔作为奖品，展现因的诚心。何必定长阮厚爵、中华管理员赖清美甲候选人陈文彬拢到场，以义工的身份帮忙制作芋仔粿甲圆仔。明仔载就是咱地藏菩萨的圣诞千秋的日子，然后明仔载嘛纪念着咱这个大普啦吼，普中原普渡。今仔特别看到咱这个志工，大家安尼来烧圆仔来做芋粿，一团和气吼。咱这个地藏菩萨嘛是咱这个三乡镇的这个啥宗教信仰，足侪办事的是地藏菩萨的行为之下，拢甲化解掉，咱嘛用着咱地藏菩萨圣诞千秋。保安宫已经有百年历史，刷到即卖所在大约40多年，是当地信仰中心。因为对面的德碧公园曾经是墓地，因此嘛供奉地藏王菩萨甲神风爷。明仔载就是菩萨圣诞，保安宫将做伙举办七月普渡。伊讲着准备着一招甲两道的米吼，来做着这圆仔、阿粿吼，所以明仔载发挥吼，要来支援。普渡吼，保佑吼，大家合健平安，顺时平吼，大家平安。虽然刷到即卖所在，敢若有40多年，曾经担任中华关文化局长的陈文彬就表示，庙内壁画就是当代庙宇彩绘大师陈颖派的作品。好，咱何必定赢保安宫遮吼，伫遮起庙已经40几年吼，但是呢，伊进前是按即个何必王厝迄边刷过吼，也伫王厝迄边的100多年的历史吼。其实咱何必有真侪真好诶，即个古庙诶彩绘人才吼，亲像讲目前即个国宝级诶即个庙宇彩绘成影派，这就是咱何必诶吼业王吼，这拢是依照咱何必做庙诶吼，跩真优秀诶人才吼，欢迎咱所有乡亲士大吼，大家来到何必，经常讲来何必要去倒位吼，何必有真侪真好耍诶所在吼，亲像讲咱即个定阳保安宫。大家来看无同款的这个庙宇。地方的信仰中心是民众心灵寄托，跩宫庙内底确实有名家历史作品，更加是民众的福气。因为跩历史文物将为民众带来更加多观光客甲商机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必采访报道。